虎山一丈多，一把弯刀，看起来与之生一只群会高，悬能手半途飞钻进地心桥，方能够里应外合刀飞超，这人物中千金海水最好，杨子荣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，他出身不农，人只好从小在生死线上受满怀着深仇，把酒醒着找到了共产党，走上革命的路一条，参军后立誓把剥削根子全拔掉，身经百战负伤如此屡建功劳，他多次贫瘠去是楚军，九州八哨斩敌后，何同袍入岭海开与土匪多次打交道，秦乱平还护我镖，我说野狼好，这一次如排开男人入前腰，相信他心红似火，指尖便如钢。